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涯》第六段。名四摄摄僧三昧门。今天我们从第十五首偈看起啊。如来十念无所谓，皆以十八不共法，所有无量诸功德，现以示现度众生，即心教戒及神足，悉是如来自在用，彼诸大士皆示现，能使众生尽调伏。这个两首偈，境界无限的深广，真正是不可思议。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他老人家说啊，这个两首偈即一切种类型啊，初偈就是第十五首啊，即应摄受者而摄受之，后记呢，即应调伏者而调伏之。这两句话，诸位想想，这还得了吗？啊，它很适合我们现代社会。为什么呢？我们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乱世啊，哎，社会动乱啊，这是普遍的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地区啊，普遍性的。第二个是全球的混乱啊，特别是在今年这个气候不正常，这个混乱不但是人类呀，连所有一切动物植物啊，全都混乱了。这种混乱的现象就是灾难的预兆。那么我们看这两首偈八句经文，能治这个病啊，应该摄受啊，佛都摄受；应该调伏啊，佛都能调伏。那么佛有这个能力，说这里头有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应这个字啊。这个字里面讲的是讲的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勤而言之，这个众生对佛陀的教诲能信能解能行，那佛就摄受了，佛就调伏了。如果他不信不解不能接受，佛有再大的能力也没法子啊。所以最重要的是相信啊。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佛不是神仙啊，这个要认识清楚，佛是人
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释迦牟尼佛一生传记里面呢看到的，这个传记是古人编辑的，唐朝时候人编的，释迦谱、释迦方志都在收在大藏经里面。那我们看了之后啊，这才了解，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呢，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圣人。圣是什么意思？这个圣人的条件是要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都能够通达明了。换一句话说，他是个明白人，样样明白，事事明白，他不迷惑，不糊涂，这个人叫圣人。如果对于一切人事物不明白，不了解，那就叫凡人。所以圣跟中国古老文字里面神是有相通的，所以常常称神圣。神是什么意思呢？神也是通达的意思。如果你要看中国的篆字，你就能看得很清楚。篆字的写法，一边是个释，一边是个申。释这个意思呢，你看看上面两横，上面短，下面长，这个中国古老的这叫上字，所以上天的上字。下面呢有三个这个竖的三条，这个三条表示就是上天垂象，取这个意思。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大自然的现象，是就是大自然的现象，旁边一个身，身用这个篆字写出来了，你就很容易懂得，它是什么？通达的意思。那就有三层障碍呀。三重障碍都能够突破，这通达，取这个意思。那这三重障碍在佛法里面讲呢，非常明显，什么障碍呢？妄想、分别、执着。那在我们中国的时候，古人讲这个障碍是什么呢？物欲。的头一个障碍，第二个呢，智慧不开；第三个呢，心浮气躁。这三个障碍跟佛法讲的戒定慧不谋而合所以儒教人第一个要格物。格物是什么呢？远离贪欲或者是远离爱欲第二个要求智慧第三个要诚意正心那个人就叫做圣人也叫圣人神人跟圣人意思是相通的，不是迷信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讲的神仙，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对于圣贤的教诲要能肯定，要能够
两性啊，两目诚信啊，认真的学习依教奉行，那就是此地讲的因摄受者摄受之，因调伏者调伏之啊，圣贤教诲确确实实能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啊，它真有效啊！啊，这些年来我在澳洲啊，有这个缘分啊，代表澳洲的大学参加联合国主办的这个国际和平会议啊，我先后一共啊参加了10次，深深的了解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西方两种方式啊都受到挫折啊，另外一种方式呢用武力啊，用武力的镇压报复啊，惹出来恐怖战争啊，这个大家害怕了，是认真的反省啊，这条路有副作用，走不通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70年代啊召开这个世界和平会议，开了36年，世界是越开越乱啊。我参加这么多次的时候我了解了啊，我跟与会的会友们也常讨论这个问题啊。你看一次会议用多少人力财力物力啊，那么讨论的有没有结果呢？有，有很好的建议，联合国分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的政府，谁能够照办呢啊，这是我们与会的朋友们心里都有数啊！啊，会而不议，我们议了；议而不决，我们决了；决而不行，谁听你的？啊，当地政府对你客气一点，把你放在档案室永久保存，看都不看一眼呐、啊。不客气的，收到就丢自治楼了，当废纸处理了，所以没有效果啊。那么我这么多次的与会都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办般教学，把释迦牟尼佛的摄受众生的方法向大会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都很欢喜啊。可是最后跟我说，法师，你这是理想做不到啊啊，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我们才在中国安徽庐江汤池镇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来做实验啊，把我们中国儒家的这个基础教育根呢 啊这是儒释道这三个根呢，这用一个根来做实验，没想到不到半年啊，汤池的民风180度的转变，有效啊！
真收到效果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哎，古圣先贤他们那些道理方法超越时空啊！啊，超越时间，没有古今，万古长新呐。没有空间，就是任何国家地区通通适用。啊，所以我们向联合国介绍啊，啊，去年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我们能够在联合国总部主办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主办的目的就是两桩事情。第一桩，宗教是可以团结的；第二桩呢，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把这两桩事情啊，用真实的效果在巴黎展出啊，啊，所以现在这个国际人士啊，也已经有到汤池去参观的，啊，还有不少了，现在正在跟我联系，啊，想到那边去看，啊，非常欢迎。那么这个事情做到这个地方呢，我就应该画一个句点了。啊，全世界如果真正希望化解冲突，恢复世界社会安定，啊，世界和谐，这个方法可以适用啊。那么我年岁大了，应该退下来了啊，什么活动我也不参加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在这个地方啊，跟我们的同学一起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么《华严经》讲到此地，大概是十分之一啊，全经的十分之一。我们已经用了3000多个小时了啊。那么这一部经要像这种方式啊，详详细细在一块学习，至少还要10年，而且10年呢，一天讲2个小时绝对不行，所以我要增加，希望一天的时候还是恢复讲4个小时啊，希望10年呢能够圆满啊。这一门课程是佛教里头的大课程啊，越学越欢喜啊，真正是法喜充满了。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这个喜悦是从发自于内心啊，身心健康啊，宇宙和谐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首偈啊，第一首偈一开头，如来舍利，无所谓啊。这个学佛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啊，菩萨成佛了，他有10种殊胜的能力，有4无所谓，下面一集18不共法啊。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略略的说说啊，因为前面好像也说过几次，这经后面还有，就佛陀慈悲也，比我们中国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中国圣人像空老夫子，他老人家教学，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那你就太笨了。夫子怎么样呢？不愿意教你了。可是佛不是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你再笨佛都不舍弃你。像周立蟠陀伽，那是最笨的一个人，佛不舍弃他。最后他也证阿罗汉了。那是什么原因呢？佛可以不断的重复。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不愿意重复，课只讲一遍。你要是听不懂不记得，不会给你讲第二遍。佛不是的，无数次的重复，慈悲到基础啊。可是现在呢，我们利用这些高科技的技术这些工具就方便了我们教学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之后你可以反复去听一遍一遍去听。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如果这一部经你从头到尾听一千遍呢，你就是华严菩萨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无量寿经听一千遍呢，你就是阿弥陀佛普门品听上一千遍呢，你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点都不假这个是现代才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个工具我们不能把它舍弃真正的成就人才最好的工具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学习同时上网，全世界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同时上微信全世界在卫星里面能够看到如果哪一天国家肯定了，那不但呢中国人有福了，全世界人都有福了为什么呢？可以利用国家电视台单独给一个频道这个频道24小时不断的播放为了利益其他国家地区收看方便起见，可以把我们的讲演翻译成六种文字这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国际语言有华语我们是六种之一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你这样子是普遍翻起来，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听得懂那就是真的国家如果能像这样推动呢，那我推动的人就是释迦牟尼佛，推动的这个人呢就是毗卢遮那佛，他到这个世界来普度众生他到这个世界来化解冲突冲突没有了，灾难就没有了科学家是以科学统计数据
啊，得到数据说明有很多灾难。哎，在佛法里面讲呢，境随心转，灾难从哪来的？灾难是我们人心不善感召的，业力感召来的。如果人人都断恶修善呢，这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有人问我，这灾难这么严重啊，佛教有没有什么方法？啊，佛教有，问题你信不信？啊，如果你真信呢，佛两句话就把所有灾难都化解了。你看多简单，啊，哪两句呢？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你个人自己无量界的业障化解了，啊，外面的天灾人祸啊，也摆平了。就这么两句啊，这个作用的威力无与伦比，太伟大了。那用什么方法呢？教育，你不教一般人不知道啊。啊，真正教了，啊，多少人听到之后，啊，接触到之后，学了之后，他就能入境界。啊，成就无量功德。如来果地设立。第一个是事处非处智力，啊，什么叫事处非处呢？种善因的肯定的善果，做不善因的决定有恶报，这叫事处啊，这是事实啊。如果是做善呢，得的恶报，造恶会得善报，非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这种智慧成就了，那么这个人不但他在事处世间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没有损人利己的行为啊，决定没有，不但没有啊，他对人对事对物啊恶念都没有。啊，你要问谁能做到呢？佛做得圆满，菩萨也已经做到，没有佛那么圆满。啊，我们能够学到了，这一生真的熄灭贪嗔痴，熄灭贪嗔痴就真做到了。勤修戒定慧呀，也做到了。换一句话说，你很可能超越六道轮回呀！啊，你有这个认知啊，肯认真努力去学习呀！啊，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能够超生了。啊，不再堕落了。第二种力量呢，叫业智力。
这个就是业力。佛知道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所以常讲啊，三个力量啊是均等的啊，佛讲的佛的力量啊，众生的业力，还有个心的力量，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相等啊。我们虽然有业力，要没有业力就没有轮回了啊。轮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众生业力造成的。我自己为什么在六道轮回呢？那是自己无始劫来的业力啊，你造作的善恶业，善业成熟了，三善道受报；恶业成熟了，三恶道受报。哎，你造作恶业，你现在还在享福，那是什么呢？你的福报还没享完，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你的福报享完了，你这个恶业就现前了，恶报就来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个贫贱之人心行善良，可是他还是过最苦的那个生活啊，这怎么讲法呢？他过去生中那个恶业恶报没报完啊，什么时候他那个恶的报报完了，他这一生行的善的时候，善业成熟了，那个命运整个就改过来了。这个道理不是我们这么简简单单讲讲啊，实际上是很深很深的，是一门大学问呐！啊，心佛众生呢？业之力是众生的，众生的业力啊，所以佛知道，佛知道一切众生的生生世世所造的业，于是他的教学就起机啊，你过去生中学的是什么，现在继续在学就很容易啊，像佛教这八个宗派一样啊。那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是念佛的，现在接触净土中，你就会非常欢喜啊，很容易接受，学起来的时候很轻松，也功夫得力啊。那换一个法门呢？换个法门，过去没学过就很生疏，现在学起来很困难，道理在此地啊，其实总是跟过去生中啊有连带的关系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第三种叫定之力，定。就是此地讲的三昧也啊，其实定是摄心的，但是方法呢不一样啊，这一点诸位同学要学的。佛法教学学习的总纲领就是三个字：戒定慧。
戒是方法，定是枢纽，啊，慧才是结果。啊，我们要求的就是智慧。慧从哪里来？从定中来。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烦恼心起作用啊，就造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是说方法不一样啊，但是他的目标方向呢都是一样啊，八万四千种方法修什么？修定。所以佛经上讲啊，无量三昧啊，而不是说哦禅宗才修禅定，那你就错了。无论哪一个宗派，通通都是修的禅定。啊，我们念佛是不是修禅定？是啊。你看《弥陀经》上讲的，啊，念佛的目的在哪里？一心不乱。一心就是定啊，啊，所以一心不乱呢，叫念佛三昧，就是用念佛的方法修成的禅定，啊，叫念佛三昧啊，啊，那你就晓得，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通通是修定啊，修清净心。这个清净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啊，所以慧是一样的啊，定也是一样的。用什么方法修定呢？手段不一样。所以佛才告诉我们，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看呢，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啊，哪有高下了啊？没有高下啊。那么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法门呢？就是前面讲的众生的业力不相同，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大家的习性不一样啊，习惯不一样啊，顺着习性容易修成，违逆这个习性呢，学起来就非常困难，就这么那么佛对种种这个修定的方法没有一样不通达了，没有一样不明了啊。你看看前面一句认识众生的善根习气啊，这一条呢又懂得方法啊，所以你要是遇到佛陀了，佛陀教你一个修行方法，你肯定成就，而且轻而易举的成就。为什么呢？像大夫治病一样，他对你太了解了啊，你的这个病源病根在哪里啊，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药，用什么样的药啊，就是定治理
诊断你的病根呢，那是医业之理。啊，药到病除，啊，你立刻就收到效果。啊，佛灭度之后，历代这些祖师大德呢，虽然依照佛陀的教诲，没有佛的舍利无为也。啊，所以对教化众生呢，摄受众生的效果大大的衰退了，比不上佛陀了。啊，那我们总算是很幸运啊，很幸运呢，世间人讲的啊，在佛法讲呢，我们总算是过去生中真正的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弥陀经上说的，这一生才能够得人生，才能够闻佛法，不但能闻佛法，能闻到正法，这个不容易啊。啊，确确实实像开经记上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吉清居士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缘啊，缘有了，缘有了啊，能不能成就呢？那在你自己的善根福德，你要是善根福德不够，虽然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那什么叫善根呢？善根是你遇到了能信能解，这善根。什么是福德呢？福德是肯干真干啊，把你所信所解的完全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成功。啊，为什么呢？你生活在戒定慧的境界里头，这是佛菩萨了。那凡夫呢？凡夫是生活在五欲六尘呢，贪嗔痴慢的境界当中，苦不堪言呐！啊，凡夫走的路子是走三途啊，这个路是黑暗的。佛菩萨学佛菩萨，这个路是光明的。啊，经上常讲金色光明。这个金色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永恒不变啊，在五经里面啊，除了黄金之外啊，你看银啊、铜、铁、锡，它都会变。这个变就现在讲氧化啊，时间久了它颜色就变了，变得很不好看了。黄金不变啊，所以人爱黄金啊，它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凡是佛经上讲的金色的，那个就代表永恒不变，啊，取这个意思。第四个是根之理，啊，根是讲根性。我们通常讲善根啊，就是善根只是一切众生根里面的一分啊，善根也有很多种，不善的根也有很多种啊，这些呢都是无始劫以来染着的习气，阿赖耶里面的习气啊。大分是三类啊，有善有不善，
还有叫无忌，无忌就说不上善恶，啊，称为无忌，啊，这三大类呀。啊，那么佛对于一切众生呢，这个根性呢非常清楚。啊，那你是什么样的根，他就用什么方法教你。啊，上上根人，则有上上法了。啊，上根人则学大乘。啊，中根人，佛常常教因缘。啊，下根的人。声闻啊，那么这个都是真正的善根呐、啊。这一生当中的时候，他有成就啊。啊，声闻证阿罗汉果，因缘证辟支佛果，啊，大乘证菩萨果。上上根人，佛教他一乘法了，一生成佛。啊，那么不善的根也有上中下。啊，上上的我，啊，不善的根。阿鼻地狱啊，上品的无是一般的地狱，中品是恶鬼，下品是畜生佛清楚啊。那么三恶道很苦，太苦了，学佛的人知道，那个地方不是坏事啊。为什么呢？你造作的这些罪业，你必须要把这罪业消掉。怎么消掉呢？那个地方就消业的，你一定要受这些痛苦，你的业障才消得掉。你要不受这个痛苦，你的业障消不掉。是你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你不能怨天尤人啊！你所受的这些恶报啊，三途地狱的恶报，那个地狱不是阎王设的，不是佛菩萨造的啊！怎么来的呢？业力变现出来。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坏事做多了，天天晚上做噩梦啊，睡梦当中惊吓醒了啊，醒的时候一身冷汗，那梦中惊吓谁造的？不是人造的，自己业力变现。所以一定要晓得六道是业力变现的啊。永嘉大师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钱啊。你要是觉悟了，没有，哪有这个事情啊？啊，梦是迷惑，啊，迷了，你才有妄想分别执着，觉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啊，那我们现在。很清楚啊，执着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分别没有了，四圣法界就没有了，妄想没有了，一真法界里面四十一个位次没有了啊，所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四十一个位次没有了，没有量是
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可害惨了啊！那么真正学佛怎么个修法呢？不是别的，放下而已啊！尽量现在在眼前，尽量放下执着。啊，执着这个病最重，执着是六道轮回。放下执着，就是把六道放下了。啊，你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佛教我们呢，随缘呐，随缘消旧业，莫根造新殃啊！不要再造不善。随缘消业，三恶道是消业啊！你细心就观察，他们消业多，造业少啊！恶鬼地狱我们见不到啊，畜生我们见到啊！我们过去没学佛的时候，常常在电视里面看动物奇观，我其他的很少看。喜欢看动物奇观啊！你看看动物啊，一般人讲啊，哎呀，弱肉强食，可以这样说，但是最好不要这样说啊！为什么呢？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为什么我们要竞争？我们不要当弱者啊，弱的时候别人欺负我们，这个观念不好。你看看狮子老虎那猛兽啊，啊，他去抓这个小野兽啊，抓到之后他把它吃掉了。那我们知道狮子老虎吃一餐大概是3天到4天吃野餐啊，他吃饱了他就不动了，他就躺在那睡懒觉了。小动物在他周围跑来跑去，他理都不理。他那个抓一个动物来吃的时候是不得已啊，啊，饿得没法子去抓了，吃饱之后他就不伤害人。不像人呢，人吃饱了还害人啊，动物吃饱了它不伤害。所以你从证据看，它是消业多，造业少啊。这个动物的寿命都不是很长啊，大概10几年。哎，你想想看，3天抓一个这个动物，有抓一个动物，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吃，它一群都来吃啊，几个狮子带小狮子一起来吃啊，你就知道它一生的时候，它伤身害命不多，没有人多啊，人不得了啊。他所抓到的吃的也都是业报。你过去怎么？过去你吃他，这一生呢，你被他抓到了，他吃你，冤冤相报啊！没有冤的，决定就没有报，这冤冤相报啊！真的是，他要是。没有闻到佛法，没有觉悟啊，不肯放下这个冤仇，永远不会失掉。这因缘聚会时，业报还自受啊，这事情麻烦死啊
啊，所以懂得之后，然后你就晓得，人如果没有教育，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因果的教育，比禽兽都不如。禽兽一生一世造的业很少很轻，所以它能够超生啊。人在这个一生当中造的业太重太重啊，所以你想想真可怕了啊，真的是地狱无门呐、啊，拼命往里头钻呐、啊。啊，天堂有路不肯去啊！你说有什么法子？啊，就佛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啊，这是真实究竟圆满的智慧。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